美食不选错，排雷我来做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我又来了啊。早上现在是10点钟，也快是中午了啊。吃中午饭的时候，送了一夜外卖，现在刚睡醒。吃什么东西想了半天啊，鸡鸭鹅鱼肉都吃的难受。买点翅膀之类的吃一下吧，听说那个鸡翅膀或者鸡爪子之类的挺好吃，而且没有肥肉上面。今天买点翅膀，我回家卤一下。今天在超市里来买点东西啊，这人多得很呢。看一下买什么东西。大姐，这鸡翅膀怎么卖的？这鸡翅膀吗？这个价位大的，这是不是鸡翅膀？这个？这个要三节翅。这怎么卖的？这5.9元。5.9元一斤？对。嗯，我拿就是拿个几斤吧。好。今天简单吃一点，买了一点鸭中翅，准备卤一下，差不多有5-6斤。我的胃已经先吃完了，就这个经典蘸酱，又买了一瓶，买了5斤这个鸭中翅，超大的这个，今天给它卤一个，吃个鸭中翅。倒点水，来一点香叶。6斤，白糖，食盐，醋，去腥，老抽上色，蚝油，提味儿，鸡精调味儿，再盖上，给它烧干，使劲炖个40-50分钟就上锅了。每当桃花开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一个人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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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啦啦啦啦啦啦！洗的还蛮干净的，哈哈哈哈哈！这枕头都碎成这样了，我的妈呀！哎，那直接塞进去吧。看看我的枕头，我爱的人他已经飞走了，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。赶紧录吧，我也忍不住了。不管生活怎么艰辛，一定要吃饱喝好，真的。就算我没老婆，哎呀，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胃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早就饿坏了。嗯，看到没有，这卤的，这大厨的手艺，照样不比外面那个什么卤菜店差吧？看到没有？想吃这个东西好，上面肉少，但是没有肥肉。嗯啊，肥肠肉啊，嗯，啊，嗯，嗯，啊，嗯，啊，嗯，我天哪，啊，太满足了啊，还有鸡精上面，嗯。嗯啊，真香！嗯嗯，哇，这个过瘾啊！来，敬网友一杯啊，浅尝浅尝啊，不酗酒。啊，过瘾过瘾过瘾！啊，来，你看这翅膀，这声音听到没？哎呀，嗯嗯。我卤的还真是不错，说实话，入味儿，而且放了点糖，吃起来特别容易下口。每当桃花开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一个人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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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真香！我的天哪，特别是上面的肉啊，肥瘦相间，再蘸点这个酱，人间美味哇，真人间美味，过瘾哇！哎呀，太满足了！哇塞，我的天哪！太过瘾了，过瘾了！哇塞，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。看这上面，而且肉很多，看到没？真的，哇，吃网又大，这个肉吃真满足！哇塞，来老弟们，来一块儿。特别上面的骨头，太香了！哇塞，老弟们，太香了，哇塞，真的太香了，哇塞，这个肉啊，真的是卤得到位啊，真的到位啊。真香啊！哎，来兄弟们，给肉啊！来，兄弟们，一起录啊！好了，兄弟姐妹们，今天又吃爽了，哇，这个吃的太过瘾了，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吧。
如果有在合肥的朋友知道哪里那有那种好的小店，有特色的店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替你们去探店。记住，关注熊二，美食不选错。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。